大家好，我是苏，我是 Roy， 这是一期很特别的视频，我们要离开北京啦！鼓掌干嘛呀？我们从来这儿上大学到一起毕业工作，再到辞职做自由职业，所以是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回忆的一个地方。首先，其实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自媒体以来一直的工作生活状态，我们的旅行背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我们两个的过去，我们在高中是隔壁班，在学校的歌手比赛上认识的。因为苏是在中传学编导嘛，然后我在人大学新闻，所以就常常约出来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然后就慢慢的会更熟一点，有一个在一起的机会。辞职之前，我是在一个广告公司做线上营销，苏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都算是新媒体工作者。这个问题，我觉得得把它撑开了，好好讲一讲。我们就进入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辞职后的生活。那我觉得首先要解释一个概念，就是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就是每天待在家里，然后我很自由，什么都不干。没有，其实是没有职业。对，其实是你只是没有那么的受工作的时间、地点，甚至固定的雇佣公司的限制。比较常见的包括像作家、摄影师、设计师，只要你是有一技之长的，你就可以通过付出这个劳动来换回收入。那放到我们身上，其实我们的标签就是摄影师、导演，还有博主，也是源于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学了很多相关的专业跟技能。其实有很多人说自己想辞职去旅行，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就是你的一个突发奇想吧，你要想清楚它给你带来的和带走的分别是什么。它是两种生活状态，看你怎么选择。上班你就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踏实，然后你有一个可预见的上升的空间，然后但是它可能会比较束缚住你。辞职做自由职业呢，就是有了这个自由的时间安排，但是其实是有一点对未来会有点迷茫和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你下一步的收入在哪里，你下一步的发展该是怎么样的，这个自己心态调整好吧。我觉得心态调整好了，你在什么样的生活下都可以很快乐。还有一个特别常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爸妈是怎么接受我们可以辞职的。我们其实跟爸妈说的时候，就是已经带给了他们一套相对可行的方案，比如说我们两个想清楚了自己是真的热爱旅行，并且你看我们俩可以做视频，我们大概还能朝哪个方向走，我把这一套我脑海中觉得相对可行的方案给到他们，那他们也觉得说，哎，好像看起来还可以，那你就去尝试吧。当然，我们也很感谢说，本身父母是足够开明的，能够理解你的梦想，理解你的这种人生的价值。那我们两个来说，整个旅行的这一个过程是怎么赚钱的呢？其实有好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我们是工作两年的，所以有些存款。第二种就是现在你通过写文章、拍照片，有很多的网站或者是杂志，他都会想要。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两个因为会拍视频，我们是可以从策划到拍摄到剪辑，全部都两个人完成，所以说也可以用这个去赚取报酬。第三点就是我们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网上的关注者越来越多，就是现在所谓的自媒体，你发布的内容有人看了，它就有它的价值，是一种流量带来的媒体价值。我们是2016年辞的职，对，然后我们2017年是签约了 PuppyTube， 朝着一个更专业的创作者的方向去前进。到了2018年呢，我们的作品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回馈，我们其实有了更多的机会，就是更多的机会去赚钱，其实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再把自己拉回到旅行这条路上，所以就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了。终于讲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打算去开始全球旅居。旅居的概念就是我基本把我的时间都放在路上。然后我们是完全的住在我们旅行所到的国家。目前初步的计划是说，想要在接下来的一年住12个国家，每个国家住一个月，以一个很当地的、很日常的视角来看不同的文化呀、不同的生活。我们就希望说自己能够慢下来，花一点时间思考，包括给大家呈现的视频，也希望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可能以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旅行的一个片面，我在这里某一个地方玩得很开心。然后之后我们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也希望给大家呈现出旅行一个比较真实的完整的样子，它的有苦有乐，然后有无聊有趣，它什么都有的一个样子。第一站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泰国的清迈，清迈也是大家可能出国的一个首选。那我们要挖掘，我们就先从这儿挖起。第二站比清迈还火，第二站是巴厘岛。除了那个大众会去的一些很景点的地点之外，巴厘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岛，然后里面充满了就是各种古代文化呀、传统的生活方式啊。我相信巴厘岛也可以为大家呈现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面。现在就是定好这两站，后面我们再随机再说啊，不是随机再说，随机再说。我要把我的一头长发剪掉，剪断3000烦恼丝。因为我已经长发及腰了，还没有人娶我，只是因为我的脱发太严重了，已经要秃
了，养分不够用了。不是，也不是。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要想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所以我要剪成短发，然后让我的头发就是你们肉眼可见的和我一起成长。我突然感觉不认识你了，好大的卷啊！头顶戴绿，我真的不知道我做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还是要尝试一下。我觉得我迎来了全新的自己。我们是若野和苏，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关注我们，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啦啦啦啦啦啦。